2020年10月4日，福音战士系列迎来了25周年。1995年10月4日18时30分，新世纪福音战士第一话播出。在这之后的25年来，福音战士系列跨越性别、年龄以及国籍，收获了大量爱好者们的支持。为了对所有人至今为止的支持进行感谢，在25周年的当天举行了各种企划活动，让10月4日成为了 EVA 的节日，公开了25周年官方庆祝图像。东京晴空塔变更灯光为初号机印象色。在第一话首播时间18时30分于 LINE LIVE 直播了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续破 Q， 片头为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，还播出了同样代表着福音战士的名曲魂之轮回，完整播出了10月7日发售的25周年纪念 CD 的试听视频。在福音战士官方推特公开了来自参与了至今为止的福音战士系列的21名声优的留言。随后卡拉官方推特也公开了来自安野秀明监督的留言，还公开了新福音战士剧场版 D-Part 的最新样片画面，画面显示 D-Part 时长为41分16秒03帧，在0706作战中提前公开的网一为10分40秒00帧，仅仅这两个部分就已经有50分钟的时长。而新 EVA 中还有 网2 A-Part B-Part 以及 C-Part， 卡拉二号机也表示依据上映排片情况，总时长可能会超过2小时。京都东映太秦映画村的新游乐设施福音战士京都基地于10月3日正式开业，同时开始了相关合作活动，推出印章拉力赛、蓝电岚山站特设合作商店以及初号机外观岚山电车，特设商店贩售有合作周边商品以及饮品，在岚山八音盒博物馆可通过出示印章拉力赛集邮表抵扣门票，馆内也有合作周边商品出售。开幕仪式于 LINE LIVE 进行了直播，高桥洋子现场演唱了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。为纪念 EVA 25周年，未知信息游戏 TEKUTEKU Life 推出福音战士合作活动 TEKUTEKU EVA 之旅，合作企划第一弹是通过 TEKUTEKU Life 参观作为作品舞台的箱根的第三新东京市之旅，可以在应用中看到福音战士中出现的地区以及箱根的观光景点，同时如果参观了福音战士官方商店以及举行过官方活动的地点，将可以获得游戏内道具。三消游戏 LINE PocoPoco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从9月29日开始，还上架了合作纪念限定 LINE 表情，官方推特还举行有福音战士25周年联动每日赠礼活动，发送表情时将把背景变为 EVA 的世界的 LINE 特效表情登场，包含名台词与名场面表情全24种。来自化妆品版一番赏、一番 Coffret、 EVANGELION Coffret Collection 登场，已公开商品页，预定于2021年3月发售。维迪 EVA 10周年纪念插图由东京 Figure Hobby Max Japan 手办画，与 Wonder Festival 2020上海首次展示真希波手办彩色样品、主勋手办原型以及定真寺手办原型。来自核糖文化，明日香四重奏版手办登场，由插画师 ASK 协助设计，在 Wonder Festival 2020上海进行了展示，原预定于10月2日预售，未对手办进行调整现已延期。
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